能看得到吗？是两边是两颗珍珠，然后中间是十颗，对，24K 的黄金，对对，然后寓意就是叫时来运转。日本前桌球选手福原爱昨天在中国的第一场直播带货，吸引上万名粉丝观看。从晚上7点到8点50分，总直播时长约1小时50分钟。商品从袜子、零食、卫生纸，甚至黄金项链都有。尽管事前预告自己要开直播叫卖，频频向中国网友示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福原爱，我特别喜欢中国，我也喜欢中国的东西。但是根据中国媒体报道，福原爱直播成交数量虽然超过2000件，但是物品大多单价不高，所以带货金额不到25000元人民币。有网友认为销售额是赔钱的，去除各种成本可能还要倒贴。有中国网友力挺支持爱酱，还是很喜欢小爱，但他因为不伦恋与前夫江宏杰离婚，重创形象，事业重心才转往中国。他的处女秀也被中国网友批评，不是每个名人都适合直播带货。